是中国最秀美的江南水乡。这是大陆经济增长最快速的华东小城，经济与环保、生态和工业该如何在发展中取得平衡？作为长三角经济发展重镇的昆山，又如何在上海世博落幕后引领环保潮流？周二晚上10点，彩绘人文地图将带您看见转变中的绿色昆山。